For artists, anything can be the canvas, and also for those under the age of 5. But to paint in the air requires a great deal of imagination, coordination, and ingenuity. Thanks to digital cameras and mobile phone cameras, light painting has seen a surge in popularity in recent years. It's even turned one former rugby player into a full-time light painting artist. His latest project literally puts a spotligh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elements. Check it out. 大家好，我是若一王王思博，一名光绘艺术创作者。2010年呢，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毕加索的光绘作品，顿时呢让我感到非常新奇，然后爱上了这门新兴的艺术形式。光绘的顾名思义就是利用长时间曝光，在镜头前呢绘画的过程叫做光绘。我从10年至今一直在坚持创作，然后更多呢融入到中国风，然后中国文化，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作品，看到更多的中国文化，感受到更多的 活力在里边。你看我的身体啊，比较魁梧啊。曾经我是一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，对于运动员来说呢，我们有这种先天的这种肌肉记忆力能力。因为我们通过不同的训练，然后掌握技巧。当然光绘也一样，在你一些基本功的话，一开始可能我画30-40遍可以达到我的效果，但是后来经过不断的训练以后，可能2-3次我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，也是体育人的精神，不断的去尝试，然后不断去改进，然后提高。 近期呢，我又新开始一个专题创作，叫做“光绘中国”。前段时间呢，刚刚在成都拍摄了一组针对成都的现代化这种建设，还包括它的传统在里边，我们拍摄了一组光绘大片，跟ins 的网红摄影师CYC，我们俩联合一起创作。这组作品呢，当时呢在网上也受到了热议，因为之前有一些赛博朋克风格，但是我们的更多了穿插了一些 中国文化在里边，比如说我们邀请了变脸的传承人一起进行创作，还有呢，我们在一些宽窄巷子里边，我们拍摄了一些龙啊，然后也加入一些山海经的元素。我们拍了一张照片，在那边就是想模仿当时茶馆饮茶的这个放松的心情，放松的感觉。然后本地人呢一看到这张照片，就啊，这是什么茶馆？这就是我们成都的生活。 三星堆呢，当时是中宣部联合中青旅联发科，然后他们一起邀请我呢进行一次在三星堆里边博物馆，然后我们在前期呢拍摄了12张作品，在三星堆包括博物馆里进行创作，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。当时我感觉是古蜀文化呢非常神秘，我当时在画的时候我在博物馆里边待了很久，我每一个文物拍摄之前我都进行看一看啊，然后我去回想当时它是什么作用呢，可能祭祀的场景。 特别喜欢那青铜树，因为青铜树当时也是祭祀用嘛，然后更多的感觉是天地相结合，然后神灵和现在进行一个贯通，然后我当时就在那画了一个神龙来保护它，然后呢，另外还有一个青铜，大铜人那个青铜像，那个非常震撼，当时我看的手里拿着，我们不知道拿的是什么，大家都在猜测，然后我就画一个差不多一个祭祀的场景，很多青铜人在他左右。 我去模仿当时那种感觉。另外还是用了一种像那个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，在我拍摄了一个博物馆关门以后，我们模仿了三星堆的青铜小人，然后再进行给馆里边进行一个打扫。然后另外呢，也有一个三个青铜人，我当时给他们起名就是三儿、星还有堆儿，他们三个呢一起组成一个乐队，然后进行创作。对，当时画了几张这样比较俏皮的作品。 因为我们可能以前在博物馆里面，我们透过云观展的话，也是只是看到的文物，但是更多的话，通过这种新的艺术形式，我们能够在看到美丽的作品以后，去挖掘的深层的这种寓意，就有冲击感，有冲击力。
光绘呢，我们现在在更多是传统结合光绘进行创作，但是现代方面呢，包括成都的赛博朋克风加上光绘，然后包括航天展的现代还有未来感结合光绘也是非常适合。所以说在光绘方面呢，它像水一样，它可以融合到各种形式当中，它可以增加很多的色彩。所以说我很喜欢这种创作形式，它没有任何的限制，然后它充满了创意，它可以从古风转移到现代，然后可以转移到未来。那也出了一本自己的光绘书籍，叫人人可以玩的光绘摄影。我也会出一款专业的针对小白初学者的光绘道具。所以说我想通过这样的形式呢，在进行国风还有现代的创作之上，然后我们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行列，去了解光绘，去喜欢光绘，去玩光绘。未来呢，我肯定持续的还会做中国风方面的创意，但是呢，更多的可能会跟现代的科技产品，然后科技领域进行结合，比如说比较火的无人机，也会进行光绘的创作。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创作了吉尼斯大型的光绘记录，所以说我也会持续的再去挑战自己的记录，希望带来更多的优质的好玩的作品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光绘艺术。